名言啊，关系讲名言啊，这个叫做啊，讲下以出为了帮助啊，啊，这是夜台啦，啊，还是咱咧演戏，咱咧啊唱歌跳舞，分享上帝恩典杯，哪边啊在第三十度 ，OK， 会第三十度，然后我行二十度，我希望会起个三十度。但是今日你安怎做咧？但是今日咯，啊，侬牧师，我要安怎配合咧？我讲咧，路，咪，我牧师做个真正穿，我爱让白白在圣诞节时白白欢喜，唔是俾圣诞树，唔是圣诞老人，因为恁自己有几点件，咱要带新的灵魂，和耶稣，家己起码做朋友，带新朋友来，来啦，家己起码做朋友啦，带新朋友来，啊 ，OK 啊，带新朋友来哈。啊，录音呀，啊，录音就要做够啊，感谢主啊，啊，坐船朋友来，咱人希望录几多 ，OK， 一多包括380，啊，380，主角讲380是吧？380呢 ，OK， 那是录看开分别一多，录几半多，啊，是录看录几人，我可能是廿一多起来，往客厅通风了是廿一多，了往去吹是人，坐朋友来，博主廿五多，无人了。定人望到去找人来，啊你就对啦。问佢讲，哎呀，算起我找冇三个人咩啊？啊你话俾三点好冇？啊你谂佢做未成功咩啊？我俾望到，我去找20人出来，系我坐头，我做榜样，所以我唔过嚟咯。廿几度嘅来，找你朋友来，你使支持俾可以，啊你使。叫伊来和你家己自家，你家己拍水 ，OK？ 啊，这是咱的场面。嗰场爱录几多时啊？我未来新疆之前啊，我有捌听阿伯讲，正新疆有一个叫做威尼不倒索，啊，我老朋友开个啊，捌做个兵做个古仔。所以我来了后，我来了后，我开始去找我的朋友去哪里古仔落去威尼这有啊这救恩堂的。哎，考了咱关系会使用哦，就来用，就三五年嘛好。啊，咪所以是考卡厝，像我顶二楼，啊，我阿弟哥啊，米子用白个公司，穿白考卡，白地咱就做真正赢了。所以个讲我个未记这代志了，啊，搞个 Ranger 来找我，哎，莫说话，唔知我参加点不倒赛嘛，我顶新主参加教会。我是咯，应该好了，破卡厝内无很无用啊，还是我也来用在落好。哇，你做个真爽快，讲不要紧，莫输我去找干得咯。我睇白只土粒冷过来边啦，我讲 OK 啦，都去找，结果讲我去找啊，咁我都找，卡门接啲门啊，哇，你看啊，你都唔卡我搞咩咩去？有一次我正好讲去皮啊，都聊你莫输，你莫输，我讲你使下飞机牌啦，下飞机牌。一单方嘅好消息，然后我先回了。然后呢个我讲啊，无面叫我未记啊，讲我叫我未记啊。你讲一句话，车都11月11号之前行进来，咁是讲知识会开会。我等我去，到我房间，听到关来，哦，有希望了，有希望了。这所在人嚟接起来啊。但系因为啊，为什么要接嘅所在？你谂唔想谂无交通？特别谂交通，地方这边40多嚟人嘅。咱未做这，然后第二项咱未做老人的时间，对不？那是咱话费不到说，因无叫咱该照用三五年。我咧讲咧，还是咪？我讲归哪里？该讲归哪里？情形头先就是我够照五年，无三年无好啦，啊，咪调定啊，五年就三年，条件都归。嗰啲嘅嘢 option， 嗰啲嘅呢啲條件是，我夠照三年五年，如果誒即係料內邊嘅 maintenance 我包，我邊嘅派我包，超等我加，啊誒儲咁嘅派我料邊嘅料夠啊，第三呢個是，我夠照三年五年都夠啊，燒住嚟儲水，依樹好啦，依樹啊，等我正等交通四等部就何者錯嘅儲水。都見到佢啲代志，我看佢成嘅，成了我表姐頭一個意向是，咱人大兵打打機開叫做 free tuition， 打打機係免費補習班，拜一加到拜五，拜六嚟做 BB， 我就每年嚟打機，我係開 BB 啊，能夠開個對 BB， 人嚟做 BB 可以嚟參加，
这是我的梦想，这是我的希望。所以现在卖有这个价值来指导，咱讲是也也着这平地靠卡厝的，诶厝的六千几个红烧了，咱看了讲，哦，你暗索索去提名啦，啊，想插安尼暗索索去提名，对，啊，这是你的所在啦，啊，你看较清楚无？啊，安尼多咯，六千几个红烧，啊，阿咪讲咪做，我甲阿咪讲，咱甚至会做一个叫做阿咪讲录音室大兵。做家己房间，家己拍片、教片，学少年家来，哦，这是我的希望。了，看到阿弟阿哥样，别去做袂啊，兼又无，又免白干嘞，半死一臭，差下差阿边就搞了，啊，感谢主啊！所以你看，都为这物件遇到啊，感谢主啊，多谢你们。我报告甲万路，讲一下我今报告哟。有人爱教因生日，啊，阿啥物件无啊？无人会接来人，无人能行。哈、啊，对对，林小姐 ，no， 圣诞节搞了，咱搞了有了，情侣，我们搞了过过节啊，啊，你垃圾桌我们吹掉了，啊，啊，我二等三、二等头我们吹掉了 ，dog gift， 啊，有人都去吹了，吹了我们，然后啊，咱那个姐们也古灵，也古灵，啊，咪做个嘞古灵，我们也来了，啊，你讲别家入去箱来了别急啊，兄弟，搞了有了，我讲节目呢，我讲节目。节目我希望讲咯，听姐妹，无管你演戏天分，无演戏天分，都头拢来同我白白配合合作，咱可能演一个戏来看。哦，我希望你参加，我要求啊，等聚会五点后，你卖紧紧走，留来甲我参详，咱能演一套戏，告诉你爱演角色尔，做马做爸做阿咪啊，大伯做查甫，查甫做大伯啊，面行呀。人感动的啊，啊，互人好的啊，下行朋友的，这个故事啊，咱肯留落来。我教你讲，这故事，我委任啊，这个大导演啊，来做我的姐姐啊，做导演啊，把将这故事做起来哈。所以五点请你买电影照，然后来教我参详这故事。OK， 就讲到这为止。来，等你好啊，这个另外的 slide。今日要甲我分享相关，早两礼拜甲你讲了吧，《创世纪》用中国象形文字甲你讲这《创世纪》第一章啊第三章，咱人看见你接过来第四章到第一章，讲几年里面叫我讲长长啊，讲几年。OK， 咱来看。哦，头先个 video 啊 ，sorry， 啊，我系后尾人问题啊，我亚票人问题。给我看着 video 先，咱就开始咱人面对啊。Thank you， 再见。远古传说和先祖记忆，也永久地注入了这一个又一个神奇符号甲骨文中。据说皇帝的史官仓颉按象形、指示和会意的方式造了汉字，一个字就像一幅画。一件事或一个语言，譬如这些带世古的字，字义都离不开当时祭拜皇天上帝的祭坛。还有一些字专门解释汉字起源的六书难以归类，根据上古神圣故事就能够迎刃而解。当初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知识树，夏娃受蛇的诱骗，见知识树上的果子好看好吃又给人智慧，一时贪婪心起就摘下来吃了。祖先们显然记得这个故事，用二木之下一女则果这幅图画做贪婪的篮子，用得多么传神，多么绝妙。镜子也相仿，当初上帝向亚当示明，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那果子又叫禁果。中国祖先们也一定听说过大洪水的故事，当时上祖挪亚遵从上帝启示，造了一个巨大的方舟，领着妻子、三个儿子和儿媳，一家八口
并大批动物住进去，使人类生命得以存活繁衍。周之大，当然莫过于方舟。于是造字者就用周加八口造了表示大周的船字，正可谓传神之笔。大洪水之后，挪亚及其子孙们用羔羊献祭，后来耶稣也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使一切信他的人可以称义。中国先祖以我献羔羊，羔羊盖我为义字，竟惟妙惟肖地将整本圣经的经义见证了出来。这些深藏着远古传说和神圣意义的汉字，全都是象形，也全都是指示和会意。这一类非得在天光下不能获益的汉字还有不少，难怪民间传说仓颉造字泄露了天机奥妙，天上降雨，夜里鬼哭。毫不奇怪，如果人类来自同一个祖先，同是挪亚散开的子孙，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悠久的民族，在它的远古传说和文明因子中携带着一部分神圣记忆，就毫不奇怪。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现在你是不是要看这个 video? 我是到提车让你看到人人必须我们要用象形文字我们中国字来了解圣经里面的故事。原来啊，人人中国人的祖先古早古早用了这个了的象形文字，就是怕人人这个怕孙孙背记了上帝的故事，所以用象形文字将伊写落来。咱接落来看第，咱顶一撮人看第一章啊第三章，咱今日看第四章开始。第四章阿明跟你讲，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节讲，佫生了该隐，伊的兄弟阿伯，阿伯是公羊的，啊，该隐是啊正常的。OK， 咱来看啊，好着嘞，兄弟的兄。兄弟的兄读的象形文字是安尼写的，一个口，啊一个安尼人徛了所在。啊，咪就是兄，代表咪兄代表长人的想法是啥？是安尼款，当是大兄是家族的代元人，所以叫做阿兄。你大家讲兄，兄啊，陆弟啊 ，OK， 名叫陆弟啊，兄 ，OK， 兄是代表。你看人死啊，吼，人的爸母，人们死啊，人们伊个是大人死啊，那阿们也同冤，是大囝也同冤。所以你看到咱两人的 concept 想法啊，甲犹太人像的。犹太人讲物件，阿伯拉罕的囝以撒有赚到诺贝尔奖哦，对，以撒和雅各有诺贝尔奖哦。也搁予耶稣有诺贝尔奖，啊，咪所谓是大人是大囝赚诺贝尔。所以你们看到啊，兄是一个要紧的，兄是代表一个规家口的接手代言人。咱个接来看，阿伯嘛将这羊群中头生甲羊的羔的啊羔羊献上，要我看重。啊，阿伯甲伊个伊个兄弟，看袂看轻，看落多后边讲啊，看轻甲伊甲伊个兄上个姐妹，咱来看。会，我先头都看了解会啊，会对甲骨文个写法是安尼款个，甲骨文写会是安尼款，你看了有一个杯，有一个器皿啊，有一个器皿代表智慧。这叫做血，那像宽像那长毛的位置，我们先来写血啊，血啊是有一滴，有一撇了，用器皿来滴，这叫做血。所以按人讲咧，用一个物件来滴落来，都是血。名字这器皿啊，是哪里人？哪里人？哪手白白联合做的血，为怎样子人流的？羊，另外咱个就来看。OK， 咱来看羊，这会都是上帝甲你人立约
的病证据，伊阁无食了，将会渗透伊这尿房甲十大项的器皿唔顶，按照无法，无每一项代每一项代物件差不多拢是用血来结成的，那无流血，最个无痰尿。下变了，兄弟们，今日咱甲人讲，听你甲人讲，阿咪说上帝卖也改因个咧，改因也菜，因为伊搞，伊唔知搞呀，伊是假搞，伊唔知强呀，伊假强，因为上帝的心意无对，上帝爱悔，因为悔改下变，用羊甲会牵着下变，特别伊假搞，伊卖献乎上帝羊。欠财哦，上帝，所以上帝无欢喜，所以你明白个意思。阿比阿伯的亚伯的欠债，上帝欢喜收，该应伊无收，因为可能为了面子，我们说我比亚伯高个，我买台湾高买牛，我比欠财，我贵点，我爽，有时咱人成观念，所以安尼款无小心来得罪了上帝，所以该应上帝无欢喜，阿伯上帝欢喜呐。人人都看落去，所以相反，今日你爱平安无？你爱吉祥哦，吉祥怎么讲啊？林吉祥啊，吉祥哦，啊，即林吉祥我晓啦，但吉祥我不要讲啦。吉祥你爱哦，阿咪是吉祥，是叫做平安咯，欢喜 ，happiness，OK，、okay? peace。你爱平安呢，就是爱咩呀？爱有神的羔羊。神的羔羊，你看，神的神这字安怎写？有神，神的羔羊，你无平安；你无神的羔羊，你无平安。看到咱当人真正奇妙，你个要有神的羊，神的羔羊，看神的羔羊屠杀起世间人的罪。阿门。咱就来看 ，OK， 很济，咱来看济啊，很济的看，甲骨文安尼写的，写一个阶段。一支手，一支哦，这是人的手。上帝手在那写的，不是上帝手另外。甲骨文这个是人的手，人将肉下落去唔顶，这个叫做坐。然后相关的，这是看叶啊，那是你把东南字这叫叶，叫做肉字边。OK， 肉字边安尼讲呢，就是人过一道肉啊，肉啊，人过再落去这段，将肉下去唔顶，就成为 sacrifice， 成为坐了。是啦，甲骨文这坐字咧是有记载古老的字的想法。咱看到有一只手拿了带有血的器皿来到去服侍上帝，所以叫字叫坐。你明白啊？咱就来看。OK， now。上帝欢喜阿伯的羊，无上帝无欢喜家因的菜，阿咪所谓，因为阿伯将肥的羊，肥大的羊，加肥有一啊脂肪之高的羊献到上帝，所以古早哈中国人比较写叫做水，你教我水咯，用不要讲，用用安尼写羊大只，就叫做水。看到无？水按照讲是鸟大只，予上帝，上帝看作水，所以上帝心叹着满足。所以卖予上帝清清菜菜的，卖予上帝啊，你卖钱啊，予上帝啊，有人予上帝安尼看呢？我无就证明你看，今日无就有事，我看了奉献，牧师啊，伊按予奉献五块拆出一半的用哦，是咯，伊袂用个予上帝了好啊，有人予。有人互相地位，安怎呢？伊捉个伊十块只加幺幺，摕到内面，唔收无好，好闷。咁时候，特别系哦，人尊重上帝，人自爱，我他妈呢捉个幺幺，哈，这就是装嘅心态啦吓。有人是安怎呢？有人是讲我何行情咁快，何五块，我都只学鸡面都三块啦，何五块？好，你明？这是个料嘅。我唔是叫你好，交通好得济。我俾教你嘅心态，俾何上帝何你衰，你讲衰，衰，边家你边家出边讲衰，
水啊，对，你讲讲水人就讲水白白欢喜啊，水啊，水啊 ，OK， 水啊，有人讲水啊，走水水啊 ，OK， 咱个就来看啊 ，OK， 咱来看神仙，神啊，仙，仙啊，咩意思诶？仙啊，有鸟，有草，有吹，叫仙。意思是讲咧，今日鸟有食草，无是一个善的代志咧。啊，咩意思咧？有的人信主了后，伊无读圣经；信主了后，伊无对圣经的话，伊干那礼拜就来教堂啊，所以无善。圣经讲，当一个人写个善的字啊，是真正好的。如果要食草，鸟个要食草，拢是食一刀内面无停食草，如果做一个善的啊。如果爱善哦，来谈到善哦。如果被国廷来鼓励读上帝话、接上帝话，如果会谈到善了，来，这个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这字，咱都咱都明白啊。OK， 咱个看了咪，因为咱关系到鸟嘛，鸟这见小小见小啊，见小就是啊，一个鸟鸟无水叫见小。啊！你和上帝无好的鸟、草鸟、无水鸟，你见上帝见笑，见上帝啊！你知未？唔是我讲的，咱用讲字，咱用作方讲的，卖和上帝亲亲猜猜，见笑的字就是一只鸟跪到伊，一个人跪到鸟的面头前，那也是讲鸟和人含到伊头顶，意思。嘛，不是讲人见小时需要鸟来寻人啊，鸟什么？耶稣基督咯。你做歹事，你见小，你犯罪啊，你需要上帝鸟寻了你的意思。水哦，啊，他妈讲水啊，我你讲呢，讲见小，嗯，咱个就来看。OK， 那上帝无欢喜感应。人上帝看伊是恶呢，大家讲恶，恶毒，恶毒，啊，恶啊，恶阿婆叫 evil 啦 ，evil 啊，恶嘅意思，恶嘅诶，安怎讲？恶是一个牙，了一个心，恶是牙多唔顶，了心多一啲。上帝爱咱人物件，爱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但比如话无尽心、尽意爱你的上帝，如何地治你心？你心无头一个心呢？如果是恶毒了，因为都无和上帝地好。亚是地治名，亚军、亚州、亚圣、亚圣什么？孔子。孟子就是亚圣，地字里亚就是地字里的意思。个上帝和上帝头字里，你和上帝地字里唔一样。上帝看作恶毒，所以孩子们，你要听到上帝，你敬拜主时，你咪多边无心无心，多边下气恶气晒，啊上当上 boyfriend 上 girlfriend， 孩子们，咱和上帝时阵和地开，和头字里咪和地字里。如果是我定義你，同你講，你是惡毒的，誒，就嚟翻。OK， 所以皆因無何上帝話呢一個運小的心，第一個將伊嘅哥哥阿伯睇死了。我見咱嚟看創世記第四章十四節嘅十五節講咩？看，你如今看我離開嘅所在，何崇拜何我面前呢邊，何我留離開。料理弄动到伊地上唔顶，反看了我，定叫要睇我，又话对伊讲反睇解应的，要谈到七倍，又话个破解应拍一个暗号，无啊个暗号来记号啊，拍个记号，免得人看伊就睇伊。所以看，所以这是头一个世界上头一个凶杀案 ，murder， 凶杀。头一个诶，凶杀案咱来看啊，凶杀案，凶，哟，真奇怪啊！咱两人用国字啊，即阿兄诶兄凶啊，加即个凶诶字，在古早文言文是相诶，是阿兄唔顶拍一个叉，拍一个记号，叫做凶数了。
所以世人人在讲这是上座的问题，因为上帝，伊太世人甲你上帝母怜悯你，看到？所以上上这个字啊，记录了残忍谋杀的代志，上帝免伊何人看到，甲因人睇，就伫伊的头壳顶拍一个叉，做一个记录。诶，明白啊？所以咱个字，两个字相加咧，相像音咩啊？诶，咱都看。哦 ，video， 咱看下 video 怎样怎样？诶，下位阿姐位阿姐啊，那个啥？无声啊！大道隐没了。这一声千古叹息背后，隐藏着一个千古之谜。日月惊天，光明荡荡的大道，为什么会悄然隐去呢？敬虔的人心，为什么突然变得不敬虔了呢？2500年来，中国一直陷于痛苦痉挛、如羊癫疯一般的周期性大震当中。可中国人从来不曾把这个久久不醒的噩梦同当初那一场神州道统的大断裂联系起来，好好琢磨一番。自私自利、匆匆碌碌的现代人，也绝不愿意将自己正沉浸于其中的这个充满了争斗、仇视和肉欲的花花世界，同堕落这个词联系起来。大道毕竟隐没了，堕落者毕竟堕落了。OK，Thank you， 开会。诶，所以你看到了人，中国人，咱人的唐人，安怎会离开了上帝？因为咱人已经离开了上帝身边，人开始谋杀人、杀人，人就离开了上帝身边，咱就做白工啊。OK， 咱已经来到第七章了，赶紧就再讲了。挪亚、挪亚，甲伊的某、甲伊的囝、伊的媳妇，拢进了方舟，避过这洪水啊，这大水啊，给咱来看。啊，你明白？咱有讲的啊，舟啊，有一卡一家八口，坐伫船顶，就叫做船。OK， 等下咱来跳。OK， 洪水洪啊，我们要讲福建话，洪水唔对嘛，洪水啊。红梅啊，红门啊，啊！你红什么意思嘞？红是一家口八人面对大水，所以红叫洪水，洪水明白啊？明白两条 ？Thanks。OK， now 水盐 to hand down to continue， 搁一代接一代叫盐延伸延续延着。一代又一代，安尼意思啊，盐啊，盐啥物？盐，福建话唔了讲啊，所以我捌无字啊，含白讲啊，盐安怎讲咧？所以福啊，这大饮水的之前的阿当甲个挪亚，一共是八代人，叫做盐。上啊，你看啊，按照前面看到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五节讲了，上帝那无宽容古早的时代啊，我叫。按这洪水领教阿哩无虔诚的个时代，却保护了传异道的第八代人挪亚。等于讲挪亚是第八代的子孙，所以这洪水到去亚当到个挪亚，而且挪亚造方舟的做船的时阵啊，这叫做啊亚当都会死了的，啊无。我哋都冇唔知，因為阿當嗰個機會930歲，所以挪亞嘅時陣咧，阿當嗰個位先，所以阿當家挪亞講，你講問犯罪啊，犯罪成個話呢款啊，嗱，你老伯安尼款咧，問個對安尼落去，安尼意思啫，所以交代講問呢款，所以都一代傳一代，第八代嘅挪亞，所以就敬敬神，敬上帝，敬畏上帝。OK， 咱就嚟看。OK。十一章第二章第四节，啊，准是天下人的口音啊，伊个声音，伊个话言语拢同款。人讲来啊，咱人要建造一个城，甲一个塔，
他被搞到天顶的那款，被来传扬我人的名，免得咱分散到去传第十一招，创世纪十一招第一集到第十一集，咱来看几哪一集。头一个，他都看了，他是哪款？他是讲头先有一个鹤，鹤吗？鹤，看到鹤哦，鹤吗 ？OK， 鹤是什么？鹤是人，人呢？人一口。正人一心一意，人有共同的语言，人一口啊，正人白白用草甲土，都去管理人头的所在，建立的建筑物、建筑物叫做塔。疫苗古早基础啊，无用阿无花，古早基础是用草甲土来夹夹夹做要变砖来基础的。所以他是安尼做起来 ，OK， 咱都做来看。因为摇花河啊个所在变乱，天下人的云雾，和正人分散去传递，所以啊个城叫做巴别，巴别塔啦啊，巴别 ，OK， 十一章第九节咱来看。咱来看乱什么？乱有关系之，了解是造的意思。啊，乱的字是甲咱里面字也有关联呢，因为啊暂时因为皮的口音皮处无相了，个未讲未沟通有冲突了，个安尼款乱，安做乱呢用一个而杂这边是叫做杂乱一种杂，大家杂了分散了，做起来。这下面阿咪文这是小篆啊，甲啊做。这啊，你讲甲骨文博啊，这小篆的，咱来看。OK， 咱来看分本，本是安怎？有白甲多吗 ？OK， 白甲多嘛啊，分甲骨文的啥？分这个字，本这个字有白的祖先，甲白的祖先有关系，因为啊一刀的巴别塔的代志，子孙后代就成甲一支刀安尼款。中央挂出开了，咱我讲物件，讲阿东甲诺亚有几代？八代吗？所以八代人都是按呢款分开的意思，所以用刀切掉，所以分开了。所以看奇妙，咱中国字已经开始讲掉咱圣经的故事啊，但所以你蛮想讲啊，分啊是随便乱写出来，是有讲掉咱圣经的故事呀，咱个就来看 ，OK。了用分线嘛，咱来看分线。分线就是啥呢？线就是啥呢？线是山山的字，记载了巴别塔的事的代志。这个有晦气的人啊，这肉这边晦气的人，白白共同离开木兰村啊，这晦气的人，白白共同离开这个，这是。走这边都是行走人对的啊啊，都是安尼行走，所以分散了。明白意思？这个是善意字，那个怎么看 ？OK， 咱来看迁搬出，搬出。大家讲搬出，搬出。OK 啊，迁呐，迁的字，讲白咱中国祖先，咱大家到中国人，当然是到去西方来，来讲西方。OK， 所以古早，按照啥来看，所以古早，所以古早有，所以西边的开始有一只大的云龟，大可能西啊就大了，西了就大，就大了，分离，这是分离啊，这字是分离意思了，了，并且个人行个人的路，各种东西为迁，这样就是走。看了奇妙，这字格了记载了咱人祖先留下来记忆。原来咱人长长山人，到去东方来，到去西方来，在西方会离开啊，来到东方中国这所在，是咱来怎来看 ？OK， 对阿伦讲，汝应该将在牛群内面也一个养少年的牛。牛仔来做赎罪祭，一只公的绵羊做燔烧的祭，嘛要无
你讲无看病、无残、无残废，献佛耶和华的面前，利未记第九章第二节，安尼讲，咱来看。OK， 你看，咱看牺牲的牺，牺牲的牺，牺牲的牺啊。医生的医生经讲，将牛羊牛到咯，那这嘛牛咯，这嘛羊咯，将牛羊献乎上帝，无看病，无残废，都是什么？都是得水啦，烧啦，烧，将水的牛、水的羊来献乎上帝，啊，并且用刀来抬献乎上帝，来代替咱人的罪，所以医生的医。有牛有羊，献给上帝，然后不是普通的羊甲牛，是一只水的牛甲羊，献给上帝了，将伊杀了，这叫牺牲祭。咱再来看，咱来看羔羊的羔，羊仔在啥呢？有一只羊，了下落去火门顶，就是羊仔，羔羊，完了。所以羔羊的羔的字的记载是将。鸟仔放落去火柴现底，献乎上帝，所以就羔羊。我哋哈，咱搁再来看，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伊个独生子赐予伊人，叫一切信伊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伊个子降世，毋是要定世间人个罪，乃是要叫世间人因为伊得救。咱来看啊，这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嘿，咱来看字都不看到了啦，所以咁着啊，听着字他妈都讲啊，上帝高鸟独伫我唔头顶，字是中国人祖先，独伫扎耶稣后未来到人间，就真呀成教大人人后代讲，上帝家己要预备。羔羊，这羊不是鹿野来，是上帝野来。人要用这个刀啊，刀，手拿刀，抬枪为死，所以伊就死去了。为咱人死到二十字架上，你看，四十字架上伊就起身就义啊，就是为咱人来升级了。OK， 如果是看简体字的字啊，一个拍叉。对，一个叉叉，也唔顶一点嘛，对不对？啊，简体字的意思，叉叉唔顶一点，就是十字架顶上留一滴流血，一撇的血，记载了上帝圣意的故事，明白哦？你不管你用简体字来写，繁体字来写，拢讲明上帝的故事，咱搁再来看，咱看永生，上帝永生的恩。因生的因，讲明了鸟仔的血来了，伊就想讲哇，水安尼流入食牛的声呀，上啊，因生就想讲哇，水会更好洗清洁咱人的黑暗，洗清洁咱人的垃圾，就是叫做因生。那我因生哦，因生就是要洗清洁咱人间了的黑暗罪，咱个怎么讲？给信为自己啊，信。信来什么？信有人的，有一个人甲人讲的话叫做信。信的字是因为人心内面相信就会称义了，嘴内面承认就谈到得救了。所以人安怎宣告，人就谈到得救了。所以现在外，但是咱人讲到这阵子，我都看到由创世纪第四章到十一章，咱看到物件，这个了吃古文的中间，人拢讲了上帝，人的祖公写了，这奇妙，这几个了是讲了创世纪，那是咱的唐人，中国人啊、中国的祖先无在掉，还是唔知影。圣经的故事，伊安怎写了这些古文干了的故事呢？所以你们那些抄起来，那些做起来，那些去假的无心助人分享的，原来哦，人等人不管不渣，不拜这个独一的上帝。阿门。大家人看，咱做的几多，不管